同样藏匿在粉色花海的世外桃源，在中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。这里被誉为中国的瑞士，雪域江南，林芝是西藏地区海拔最低的地方。三月风吹，当冰封的银装还未褪去，这里的桃花已静静绽放出灿若云霞的粉色花海。蓝天白云下，雪峰傲然挺立，碧水绕村，灼灼桃花盛放成海，随性，狂野，超脱。造化游走在刚柔之间，为灼灼桃花平添了几分硬朗之感。不期而遇的你，成了桃花盛景中灵动的点缀。这一场磅礴的桃花盛宴，在熠熠生辉的雪峰之下，鲜活的生命美得惊心动魄。很有味道，好看，美哦。然后手就可以这样挥一下，照你甩一下你自己的裙子，三二一甩，好看。你稍微摸一下自己的脸，好，摇两下巴看远方，好看。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跟花有些互动，你可以去摸花、抓花、闻花，好看。好，闭上眼睛，好看。